来，我们看一下这题哦。这题是线性规划考题，麻烦同学哦，先拿红笔出来，好不好？把重点画出来。你看一下哈，什么叫线性规划？你看一下，他说某饲料工厂制造一吨的猪饲料，需要大豆，把大豆圈起来，需要大豆5公斤，玉米圈起来，玉米2公斤。制造一包鸡饲料需要大豆，大豆圈起来，大豆2公斤，玉米圈起来，玉米3公斤。那此工厂共有大豆200公斤，玉米180公斤。若每包猪饲料可获利圈起来22元，每包鸡饲料可获利圈起来44元。问你，求这家工厂获利最大利润是多少？我一再强调哈，看到这种线性规划考题，麻烦你先分析一下题目，告诉我这个工厂在干嘛？在制造饲料，有几种饲料可供选择？两种，一个叫猪饲料，一个叫鸡饲料，对吧？所以说你这时候就先画一个表格出来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来告诉我这个工厂在干嘛？去生产什么？生产饲料，这样行不行？饲料分成猪饲料和什么鸡饲料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有分成猪饲料和什么和鸡饲料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那每种饲料呢，分成几个要素来分析？分成三个要素，第一个要素叫谁？叫做大豆。第二个要素叫谁？叫玉米。第三个要素是谁？获利，对吧？所以分成这三个要素再分析，这样行不行？麻烦你把这些数据填上去。其中猪饲料，一包猪饲料需要大豆5公斤，玉米2公斤；鸡饲料需要大豆2公斤，玉米3公斤。其中，我今天工厂当中，很抱歉，我大豆只有多少？只有200公斤。玉米只有多少？180公斤，其中猪饲料每公斤可获利多少元？每包可获利22元，鸡饲料每包可获利44元。麻烦你要求什么？我获利的最大值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你先画这个表格出来，好不好？去把它分析一下，有猪饲料和鸡饲料，分成这三个要素来分析，行不行？所以说我这时候想办法要获得获利的最大值，那怎么算？我这时候哈，我去假设，假设什么？我去制造猪饲料 X 包、鸡饲料 Y 包的时候，可获得最大的获利，行不行？所以说我去假设猪饲料生产 S 包、鸡饲料生产 Y 包，其中这时候我开始列式，我 X 一定要怎样？大 I 等于零，Y 一定要怎样？一定要大 I 等于零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这时候开始看题目。对大豆而言，我一包猪饲料要5公斤，S 包猪饲料要消耗掉5X，一包鸡饲料要2公斤的大豆，Y 包鸡饲料要2Y，这两个大豆相加。要小于等于200公斤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工厂就有200公斤嘛，超过就没了嘛。所以说你大豆使用量要小于等于200公斤，玉米也是一样，对吧？哈，这边一包要2公斤，S 包是 2S，这样行不行？加上这一包3公斤，Y 包是 3Y，加总起来要小于180公斤，这样行不行？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求获利，获利怎么算？一包赚22元，S 包赚22S，一包赚44元，Y 包赚44Y，求 22S 加上 44Y 是什么值？最大值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求这利润的最大值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哈。好，写到这边时，麻烦你开始画图，好不好？其中你不要客气哈，你观察一下，我 S 大于零，Y 大于零，可见我图形一定画第一象限，第一象限，行不行？
所以画图时，你这时候只要着重在第一象限，这样就好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这时候直接十、二十、三十、四十、五十、六十、七十、八十、九十、一百，十、二十、三十、四十、五十、六十、七十、八十、九十、一百。OK， 开始来画。首先，你看 S 大于零 ，Y 大于要在第一象限。好，先画这个。先画这条直线 ，y40 的时候 ，5s 要等于 200，x 是几？ 40在这。x40 时 ，2y 等于 200，y 是几？ 100在这。麻烦你两个点连起来就是一条直线。那这条直线是几 ？5s 加 2y 等于 200， 这样行不行？再看。A 四零 Y 四几啊？六十、十、二十、三十、四十、五十、六十。Y 四零 A K 是九十、十、二十、三十、四十、五十、六十、七、十、二十、三十、四十、五十、六十、七十、八十、九十，一样。麻烦两个叠连起来是一条直线。这条直线是几？二 S 加三 Y 等于180。那你看一下。今天要在这两条直线小于要在这两条直线左手边，而且又要在第一象限，所以说我画出来图形是这一块，这样行不行？这时候麻烦你把这个点坐标找到是几？零零一二三四，这个点坐标是几？四十零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后再来，你再看一下这个点坐标是几？一二三四五六，这个点坐标是几？零六十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麻烦是这个点坐标，这个点坐标是这两条直线什么交点？所以说，麻烦你把这两条直线，一条是5s 加 2y 等于200，还有一条是 2s 加 3y 等于180，好不好？麻烦你把它抓起来连立。把这个焦点坐标找到行不行？其实焦点坐标不好找，好不好？不好找，同学们你自己算一下好不好？老师用特殊心算，11分之240和11分之500行不行？好不好 ？OK， 这个心算蛮困难的哈，有练过才知道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这个焦点坐标是11分之240。和11分之500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那我今天要求这个式子的最大值怎么算？麻烦你不要客气，你就直接多少？今天重点要求多少？求 22s 加上 44y。所以怎么算？你就直接把 1234， 把这四个点坐标带进去，其中第一个点叫00，再来。40，再11分之240，11分之500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再多少？零六十。麻烦你把这四个带进去，这样行不行？首先你看一下哈。好，我们带再看。首先 ，x 用零带 ，y 用零带，带进去是零。x 用40带 ，y 用零带，算出来是880。x 用11分之240 ，y 用11分之500带进去，这480，这2000，算出来是2480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s 用零带 ，y 用60带，60乘上44，2640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，这时候算出来利润最大最大是几？2640元，这样行不行？换句话说，也就是 S 四零 Y 四几60，也就是不生产猪饲料，猪饲料生产0包，鸡饲料生产几包？60包，可获得最大获利是2640元，这样行不行？到这边麻烦你把这题整理一下，我们等一下再继续下去。